我来了，这期讲些什么呢？第三期第三种玩法来了，打丫丫玩法，听到名字就很熟悉吧，在现实中的电玩城就玩过。当游戏开局是双人游戏，需要射击空中的鸭子获得分数，分数高的将获胜。开局将随机匹配场景，我们只能左右移动啊，或者开近射击，不能走动。要想获得高分数，最好射击鸭子的头部，只需一发，击中鸭身的话两发或者三发才可淘汰，等别人打残后你再补一发，可以抢分数，也可以射击更远处的鸭子，也会获得高分数。蓝色大鸭子飞过来时一定不要放过，是最容易射击，只需要一发就可以淘汰，每击中一个将会获得一分，头部将会获得两分，击中鸭子将会获得金币，左上角是金币数量，获得的金币在小车里可以购买狙击武器或倍镜以及其他配件，击中鸭子也会随机获得伤害提升、无限子弹、飞行减速，点击右下角即可开启使用功能，结束后将格外获得金币。这里才是练习移动靶最好的选择，可以试试你们在这里最高分能获得多少。下期让你们快速了解猫鼠大作战，记得来看哦。